姓氏开头。万岁，万万岁！皇天承运，皇帝诏安，四海升平，乃全国人民之愿望。金牛水口冲河，凡轻车不慎被擒，违法轻车之位，就派广州府人士王必多为大轻车，就欠秘书行至宣统，不无意得诏，轻处下温，下处龙温。替我代这来宣统，互你真辛苦，要无多这衙中是阮的风台。无喏，国事在身，我即时就要回朝交旨啊。既然如此，不敢强留，是我奉上一条。何必多礼？这是应该啊。应该你就应该，我送就互你送啊。传什么口信来啊？请问这位姑娘是不是王夫人？不是不是，伊是我原伯父的儿女，也是我的皇姐。这款，我叫做高如芳，我伫遮，恁若讲话无方便，要不我先过去。不，不免。无什么不方便啊，王公主，阮表姐爱我传的口信就是讲，希望王公主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唔通袂记哩，阮表姐对你的一片真情啊！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永远拢会记得着伊，你永远都会记哩吼、哦。是啊，对啦，你讲有什么口信爱我传弄阮表姐？只要是你对我讲的话，我保证一句都无去予加漏的，传到阮表姐的耳来呀。是安尼啊，要讲的真多啦。哎呀，不过我最关心的，讲叫伊着食好饱、穿好烧，家己爱保重。我永远永远就会记伊。永远永远都会记你伊啊。是。
这句话你已经讲过两遍了呢。哦，我感觉无讲真侪遍呢，干那安尼念念。嗯，好啦，是讲只要有这句话，阮表姐若听到，一定会心肝内感觉真欢喜。多谢。林大人，马屁一切拢准备好啊。那安尼我就过时了。放下。永远你都会记得伊，对无？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阿公，秋香我虽然捌看过，也毋过我敢肯定，这个人一定是秋香打扮的。哈？是秋香？啊！你即摆要去倒？我即摆要过来去看伊一面啦！啊！人已经去到遐尼远啊，伊要来看会着。哎呀，你看伊嘛无啥物路用啊，伊不便跟你见面，一定有伊原因。你先通袂记哩，你即摆是大亲戚啊，你唔通袂去皇上对你的寄望啊。我知影啦。这个秋阳姑娘是一个真有灵气的查某囡仔。嘿，表姐，我看拢无唔对吼。郭丽静，我等你真久啊！咱另外再去讲。别忙，啊，恭喜你即摆已经晋升之处，啊，如虹即摆已经是官家的千金呢。嗯，也毋过真可惜，阮家爹伊，反正人是安怎想，被国民党掠去，所以才请郭丽静你来这甲阮斗三工啊。嗯，国民党，是，因为猜测一定是白水贼。郭丽姐，你敢是对白水姐真哩真了解？白水姐我是捌去过，也毋过坐中四面是犯罪，地形非常哩险要，若是想要入去，并毋是遐尼真简单啦。郭丽姐，江南一带你上清楚，而且这乌白两道你拢总有熟，我想希望郭丽姐你甲阮打听，免得让阮找无迄个目标啊。无问题啦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对啊，郭丽姐，你可知影陆红伊？莫阁讲啊，伊曾经转来厝，要杀我，要杀因阿娘。伊根本哦，就是去中毒下死的啦，连家六亲不认，真有可能已经被感动控制伫咧江中诶。丽姐，我们来避开安尼啦。莫阁讲伊啊，对啦，别动啊，恁阿娘即卖人已经无伫咧厝。阮阿娘无伫厝，伊去倒位？当去恁故乡，当去重修祖坟。人即马可能已经到广州了。Thank you.
你看，你看，那间就是你的房间啦。哦，隔壁这间就是朝阳第一段，过来这，这间就是月下的房间。走，我带你来看伊的房间。相公，那你讲哦，人那多哦，话都多啦，而且阮三姊妹定伫咧斗阵，一定定定伫咧冤家。相公，你是不是拢在做阮的公亲？真不是嘞，恁三个人那斗阵哦，不但气氛真好，而且情同手足，规工迄话是拢讲袂完，颠倒我这个相公，互恁两落到我孤单嘞。记得我当初。正常完要回家的是那一天，让你三个姊妹啊。月霞，开门。是啦。是你的相公啊，快点来开门一下。相公，你在想创啥？我无让两个知影，我是准备用暗马。相公，啊，无啊，恁两个哪会走来这呢？敢讲阮都袂用来哦。嗯，相公，两位贤妹是知影你这摆要远行，专当准备这酒菜，要甲你鉴别啊。相公，请。多谢娘娘。生来，啊，那安尼久拢无看到伊的人影呢？对，伊奈到这个时阵还袂来呢。啊，我想着啊，一定伫咧山顶，迄、那个小屋。
夫人啊，夫人啊，是安怎？你看迄、那个，敢是迄个下到酒盖完啊？嗯，那当伊带来这铜像。就我也千里迢迢赶来，敢讲是我误解，伊真是无甲我放袂记的。诶、欸，遐梅姑娘也甲伊斗阵滴，哼，这又阁是要安怎解释？哦，这个下到的吼，实在够高高低低啦。咱若强甲倒就跟咱甲倒，啊，咱若清彩了就跟别个倒。哦，我若无出来就修理，哪会使？诶、欸，独裁呀，你哪样个对人遮无礼貌？你去请那个梅姑娘入来内面坐。哦，刚才要请那个梅姑娘就好啊。嗯。梅姑娘啊！啊，梅姑娘，我夫人哦，我请你入内面坐呢。哎，你要创啊？啊，我夫人冇要请你入来啦，刚才要请梅姑娘尔啦。无紧啦，相公，你免紧张，你踮边只等，我今日要带你入去吼。行行，咱行。等就等嘛，既然来到广州了，我敢行无机会通甲娘仔讲话嘛。夫人啊，夫人啊，梅姑娘来啊。王夫人，梅姑娘，请坐，多谢你。啊，坐啦。王夫人，实在真拄啊好。想袂到，阮来广州买油啊，竟然去转着王夫人哩。哦，感情是是安尼？嗯，是讲周盖元托阮王家非亲非故，伊阁遮尔啊厚礼数来拜阮王家的祖先呐、啊嗯。啊，对啦，阮是听伊讲，龙都国大学士王文英，伊在生的时阵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。所以，人阮公公是我尔啊敬仰伊，伊有特别甲阮交代呢。不过来这个所在，一定爱来家表白啊。哦，有影，梅姑娘，我想讲要单独甲周盖元讲几句啊话，你敢袂反对吼？当然是会用的。啊，无你踮咧遮等，我来去请阮相公来吼。好。夫人啊。当那个下狗，那有啥物通甲伊讲啦？都甲赶走就好啊！哎呀，奴才，你这个囡仔人安尼唔捌代志，唔好白讲话。王夫人，